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6月10日，来玩这款《驰骋三国》。这是一款三国题材的 Q 版放置型卡牌手游，和商店预先注册于6月9日通知上架。礼包码 VIP666， 送码超高品质装备。第二天登录可领取五星武将诸葛亮、东汉末年太平道张角、滥用南华老仙所传之仙术，以致时空错乱，英雄豪杰受邪。邪气影响，性情大变。玩家将扮演天选者，处境世间邪妄，拨乱反正，使历史重归正轨。选择男女形象，创建 ID， 开始游玩。人物模组为大头 Q 萌版，武将阵营是常见的魏蜀吴神魔，数量目测超过50只以上。战斗系统采用四蜀路的回合制全自动，九宫格布阵五位武将，有多阵型可以套用。主线战役、其余玩法还有 PVE 的擂台、试炼副本、日常任务等。通关20关可。拿到三选一的十连抽，共有三轮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的，来吧，《驰骋三国》，Facebook 跟游客。我有预先注册，应该是6月9号上架的。那现在时间是6月10号。好，小乔应该是我们的引导者啦。天选者，好。使历史回归正轨，东汉末年嘛，张角。啊，有男生女生是不是 ？Q 版的，像这种游戏，路服很多嘛，有时候我看到不太会玩。啊，台服出了我就稍微给他玩一下啦，慢慢看啦。怎么只有 BG， 只有音乐，然后没有音效啊？抽到了马超，然后没有什么例会哦，就是小小的一只，大概是战斗中的那个模组吧。无限挂机就是在地图上一直绕圈圈吧？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是挂机是在地图上，然后。战斗是回合制四蜀路，这一种大部分就如同我刚说，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路服很多啦，那它是三国题材，很奇怪啊！我看那个我在商店上面的下载次数现在是零，还没有更新零，那常常是这样啦。像那个浏览次数也是一样。我的频道的有一些影片浏览次数，那有时候也还没有更新啊，没那么快。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次数可能会比较少，实际上可能更多人看过。如果你是正常的频道，没有去洗浏览处观看次数的话，你如果特地去洗的话，过几天就把你清掉了。他会判断你是无效的 IP， 一直在那边点击。你那个浏览次数就会被清掉，因为我以前无聊的时候我试过了，太无聊，我说我试试看，找一个影片来点，然后看它，观察它的次数，变多了，但是我知道它会被清掉，果然过几天真的被清掉了，可能点了100次它就把你清掉，那骗自己而已啊，又没有广告，又没有广告费，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个啦，破千订阅啊，我就在那边测试。秉着测试的心态在那测试。好，少年赵云、少年马超、小乔，哦，小乔上。是前后排吗？好像站前后排，还是哦，对啊，前后排这样。不是那种人宠双排，是有分为站前后。这种游戏它都偏黄色的，偏金色，金光闪闪的，鱼镜的鱼。他把它直接把它简体转繁体，那边的那个鱼氏的鱼，其实不是，我们鱼镜的鱼是另外一个鱼。然后这边好像有那个聊天室的样子，等一下再点，现在点没反应。现在好像是强制引导，强制引导有没有？哎呦，干嘛？我只能干嘛啦？哇，这个关羽胡子有点大。哦，又是彪仔，
半夜不睡觉，人家半夜两点他不睡觉在那飙车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禁逃专案，是不是？最近有一个新闻，禁逃专案，就是会在一些主要飙车主的路线上去拦检、罚款。他们都把那个排灭音器都拔掉啊，改装很吵，不止拔掉，还把它改得很吵。他一个人在那边爽，然后可能整条马路晚上可能有好几万人都被他影响。他这样飙过去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。就小屁孩啊，小屁孩就不管别人，只管自己爽不爽而已，自私的，比较自私一点。好，玩到这边四分钟，四分半左右，引导结束，还算 OK 吧，很快啊。聊天室，跨服世界，加好友，二十级后才可以聊天。好，我们一个来看吧。这种游戏跟我们平常玩的放置挂机左右互撞比较不一样，就是那个整个架构啊，皮比较不一样，这个架构比较不一样。魏蜀吴神魔哈五个阵营，然后这边是图鉴，有神魔，武将蛮多的哦，因为这种 Q 版它可以做很多。不敢说上百只啊，大概目测可能四五只有吧，五六十只可能有吧。这个还没开，羁绊效果。好，哈姆，会绑定 FB， 然后头像可以换，更换，然后军团段位，这边可以设台湾，它有避开那个什么。就是有一些避开比较尴尬的区域啊，毕竟这些台服啊，有时候他会避开一些比较尴尬的敏感词。好，全服申购，全服狂欢，这都是要氪金吧？下载有理，还在给我下载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办法，你玩游戏就是把控制权都给他啦，那都要一些有的没的、啊。都要你的一些，台湾的游戏是还好，如果你玩陆服游戏，他会要你那个电话簿，他会要你的一些权限，莫名其妙连电话簿都要。那我是用模拟器试玩嘛，所以无所谓，打死不用手机玩，模拟器不能玩我就放弃，我不会用手机玩。基本的底线是这样，自己是这样的、啊。那主线的话，我还没看到欸。主线在哪里？这没有主线吗？我们找一下哦，这还没开嘛，所以已经在这边啊。这个算主线吗？这算通关奖励啊。碎片，布练斯，无果的。好，应该是可以上阵五只吧，我在想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嘛，然后可能有一些阵型啊，有没有阵型？这里什么鱼鳞阵啊、雁行阵啊、风石阵啊、鹤翼阵啊、十字阵啊，就是在这个九宫格里面去变化、啊，这个九宫格里面，然后摆上五只这样。强出芙蓉、哦，我乱讲的，因为那个 MMORPG 都会这样喊一下。不然就凤翼九天，是不是？还是九凤燎原？十连抽，蒋琬、张春华、郭皇后、顾炼师、廖化、周坦，有三星、四星、五星。五星是有点发光嘛，四星紫卡，三星好像就白卡而已。通过二十关可免费领取。哦，这个就是三选一啊，三选一。你看这边三选一，选一个你开心的。这边有一个金卡。我看一下黄月英，
OK， 王月音，这边有一个金卡，这位是夏侯惇。嗯，好多三国的人物啦，基本上这些名字你都会很熟悉，从小玩到大嘛，除非你异于常人，你天生神力异于常人都不玩三国游戏。现在好像不是因为以前小时候玩那些，现在的人应该不是因为像我们以前那样玩那些三国战略游戏吧，现在可能直接上了就直接玩这些游戏，所以他回忆会不太一样，对于角色的回忆会不一样。嗯，没有福利，没有打什么广告，至少我没看过他的广告，就只有预先注册这样。然后招募无限十连，点了没反应的，为什么？就三种卡池啊，普通、友情、高级、无限十连，主角要二十级，那没办法。好，无损重生、退回、返还全部养成资源，基本的吧。这种东西不是大家都这样。二倍数要15级或 VIP， 我现在是几级啊？他好像没有阵营加成哦。这游戏上我没有阵营，没看到阵营加成书。要再等等看啦、啊，就是全部上五蜀国的五支。理论上要有那个阵营加成嘛。好，福利在这边，十天登录，明天拿这个五星武将诸葛亮，卧龙出世锦囊妙计。这边嘛，跑出来啦，福利大厅，这也是刚跑出来的。讨伐诏书。好、哦，这刚刚那个三选一，十连三选一，手厨的话是拿这只五星关羽加五星诸葛亮。好，那差不多了，玩到这边吧。好像就这样啦，哦，就这样。组成武将背包战役，试炼军团保护还没开，回合制放置。只是他跟我们平常玩那种左右互撞的皮不太的那个架构不太一样，可以切开，你不用看，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们来养成一下好了，我们来养，有教学擂台，擂台应该是 PVP 吧 ，PVE 啊，挑战一下。那我现在到底几级啊？八级这边 ，VIP 零。我们来养一养。不养的话不好打、啊。这边三十几后应该是要突破了、啊。哦，就需要这个。哦，还没有三十几，我缺经验值啊。这边他有装备嘛，然后有那个技能升级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身心啊。还有战斗力，那我们应该是可以秒杀对方啦。我每次练完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想说剪一小段来录开头，结果发现那个敌人就直接被我秒杀了，没有任何精彩的画面，直接切过去。你看这场仗可能五秒钟就结束了。好，有那个日常任务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刚跑出什么日常任务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武安太快了。好，线上奖励。OK， 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。哦，我们现在挂机挂在1-10啊，然后 BOSS 关卡一路一直往打到1-20，然后快速作战应该是120分钟快速收益啊。好，主攻升级了，然后有开心的东西，日常副本开了。哦，他日常副本放在这里，可以刷那个银两经验，武将副本可能是刷碎片，不知道。神兵副本、宝物副本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吧。
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启的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